陪伴桃园市民半世纪的桃园火车站在上周末正式走入历史，改由设备齐全的桃园新站继续为乘客服务。启用典礼现场挤满了乘客及观礼的民众，一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。桃园火车站是全国第二大站，每天服务的乘客超过10万人次。随着铁路立体化的政策推动，助力53年的桃园车站正式功成身退，让设备更完善的桃园新站接续服务广大乘客。方便很多啊，至少有电梯啦，因为以前连电梯都没有。那如果要拿着大的行李的话，都很难，老人家行动不方便都很不方便。那现在有电扶梯啊，有电梯啊，蛮好的。对，然后空间啊，设计上也还不错。对，然后它有一些预留给一些商家嘛，那这样子开的话又会更方便。为了让新站作业能够顺利运行，前后站的车流动线规划以及无障碍设施都已经提前完成，更将站前广场阻碍行人动线的政令宣导看板以及花台全部拆除。而启用当天，还是有工作人员引导民众搭车的动线。台铁的旧站跟新站是两个入口，那旧站的广场我们做动线调整，那把看板拆除，而且会设置风雨走廊。那同时哦，除了跨站天桥之外，我们延平路地下道也做了全新的更换。那么，所以将来的旧站会成为一个候车大厅。那也会有我们的旅客服务中心。那桃园市政府正在跟台铁局在协商，希望能够用这个 ROT 的模式，让我们的旧站也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入口。那当然后站发车的客运也会增加，那么预估哦，希望到达6:4左右的目标，前站进来6，后站进来4，能够让前后站平衡发展。桃园火车站跨过重要里程碑，市长郑文灿承诺把旧站作为新站的延伸，让旧站活化再利用，将前后站逐步改善。不过启用第一天，车站前依旧人潮拥挤，过往的交通乱象并没有太大改变。希望桃园新站未来真的可以带给民众更好的服务体验。陈如富，桃园有线新闻采访报道。